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的一个感官器官里面呢、是我们接收到的一个讯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从视觉这个地方来的，大概80%以上的一个刺激源，然后我们感官接受度讲起来接受的这个内容物讲起来是从眼睛来的比较多，但是其他的一个感觉器官在脸上，这也是非常重要。譬如说我们嗅觉闻的东西很重要，我们的味觉，我们的听觉，在全身的触觉，这都是要整个加在一起，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一个全貌才能够有办法更深刻的一个了解。那提到味觉，那大家想一下，这个我们的舌头啊，这个中医啊，会看舌相到底是怎么样子啊？这个我们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舌头是很复杂的。你看舌头像我们的月球表面一样，它绝对不是很平滑的，这是放大来看了、远观你当然觉得它很平滑，但是事实上每个地方有它不同的。你看长相有这样凸起来，有这样的好像还有火山凹下去的一个火山口的一个状况，但是有味蕾的一个细胞，味蕾的一个细胞存在的那样的一个这种它的一个路径啊，就是它这样的凹陷下去的地方，它可以让食物的含有让刺激味觉的这个分子啊，化学分子啊，它可以刺激到我们的味觉细胞，那味觉细胞就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啊送到我们的大脑去，我们再去判定这个到底是这个食物新鲜度怎么样，这不是不是腐败的东西啊？我们吃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大概一开始味觉是为了这个、那后来味觉慢慢讲说，哦，这个东西蛮不错，吃了对我们身体可能会好，所以有一些吸引力也可能产生出来。但是现在更重要，就变成是一个商业的一些行为，让大家对味觉似乎啊，上管子、吃一些美食啊，就成为大家打卡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就跟健康其实两个差距蛮大的。一个数字告诉大家，10000个味蕾，我们10000个味蕾，是不是永远不变的？年轻的时候大概10000个味蕾，70岁的时候剩对半，砍一半，1/2啊，剩5000个。所以年龄越大，我们就越重口味啊，这也是可想而知啊。所以年龄大的病人，有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不要吃的那么口味那么重，这是重要，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他在生病的时候，稍微让他有一点点味觉的感觉，这也是很重要。不然食之无味，然后整天又接受到很多的一个这个治疗检查的时候，这个要耗费体力的。让他加一点点味觉的刺激啊，相对也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味觉的味蕾是靠这些味蕾，这是所谓的丝状的，这个是叶状的，这是菌状的，这是轮廓状的，都有不同的一个数字啊。那这个数目最多的是这个丝状的，这个丝状的上面没有味觉细胞，没有味觉细胞，所以它虽然数量是很多，但是它基本上它没有去感受那个味道，其他的才有这样的一个味觉去感受得到的一个能力啊。不过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啊，是不是要把这一部分的功能放大成我们日常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还是需要去深思。因为过度的营养是我们现在健康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去提醒自己的一个地方啊。味觉，这位对味觉他非常重视啊，他吃东西啊有一些规则，其中一些规则他不能放奶油啊，这个也有他道理啊，这个房间不能有鲜花，这可能他对过敏啊，食物或者是对花朵过敏要了解。但是他也有特别的一个要求，就是晚上6点前要开始开动。这法国人吃东西啊都比较晚的，要6点前就开动，这个跟他眼睛有关系啊。这位是法国印象派大师，叫豆荚，他的眼睛啊遗传的家族的一些疾病啊，所以他晚上太晚了，
他会看不太清楚，所以看不太清楚，你再加上吃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对方要聊得很开心的结果的时候，你这个时间上可能就有一点去考量。他的家族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一个表妹，他一个表妹，所以他这个画家里面把他家族的一个状况做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的，也是很特殊的留下来医疗的，我们可以去做参考的这个情形。这是其中一个表妹，他同样一位表妹，他这样的一个居家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表妹显然，这个手腕啊、肩伤啊各方面的能力相当不错的，在这样的一个书房里面。站在这个地方有表示有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参与家族企业的那份的一个参与度，可以感受得到，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女生是没有错。然后你看看家族里面还对这些古董古物之间啊，这个古物稍微在我们把那个地方放大给大家看，像埃及的这些东西啊，哎，他都有所涉猎。所以表示他的家族里面这个智商啊是蛮不错，但是除了智商以外，更重要他也有一点眼睛方面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表妹，这个表妹是生下她准备要生她第四个小孩的时候，她帮她豆家帮她画的第四个小孩，女生，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她的一个容颜的颜面的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哎，看起来非常祥和，这时候她几乎看不见了。要当生怀孕要生第四个小孩，未来小朋友的照顾很辛苦的状况之下，她眼睛看不见。理论上应该是忧愁满面啊，看不到未来我怎么陪伴的小朋友的一个状况，看小朋友也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但是显然他们家族也了解这是一个遗传的疾病啊，就是在视网膜那个色素层啊发生问题啊，所以他的这个眼睛啊越来越看的一个范围越来越小，就几乎就看不到的一个状况。但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他们慢慢的也就适应出另外的一个方式出来，所以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家族啊。好，视力是眼睛视觉的一个变化，这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我们当然要去了解以外，也要特别要注意一点，眼睛的一些问题啊，未必就是眼睛的问题啊。譬如说一个例子啊，一个5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有头痛啊，眼睛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那头痛，那这个头痛大家会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边呢，我们的太阳穴附近呢，这边肌肉层很丰富，所以平常一天的劳累以后，这个肌肉紧缩的结果，乳酸会堆积啊，于是两边的髌骨啊会那样的一个酸痛，这是合理啊。但是这个疼痛，显然如果只有一个头痛，而且只有两边，而且只有黄昏的时候比较会，晚上比较会的话，大概我们可以用一般肌肉紧张型的头痛去解释啊。但是他这出现的一个眼睛症状，让人家会非常担心的、啊，这个就是复视啊，意思就是说双影，一个人看成两个影子啊。所以大家一看这个是眼睛的问题啊，复视啊，结果这个最后的一个诊断跟眼睛完全没有直接的相关，而是背后相关的。因为为什么会复视？因为我眼睛啊，要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两眼肌肉之间的一个协调非常重要，而这些肌肉都是非常薄、非常小、非常精巧的肌肉，它才能让我们的眼睛啊，同样去同步看同样一个地方。如果这个部分偏多一点，这个地方偏少一点，我们的一个成像的一个东西，它就会两个不同的聚焦，最后的结果就会形成复视的一个状况。所以它的一个问题点不是在眼球或者是这边的肌肉的问题，它的问题点是在这个神经啊。这是第一对、第二对、第三对动眼神经发生问题啊。哎，那为什么动眼神经会发生问题？原来它是这个是我们的鼻咽的那个位置啊，这是鼻咽的这个位置啊，这鼻咽癌造成的。所以鼻子没有什么症状，鼻咽癌去侵犯到颅底以后，这是鼻咽的那个位置啊，牵分到颅底上面，这是它的鼻咽，我们照起来是这样子，它就会去牵绊到它底上面那个地方，那上面那个地方就是有动眼神经，所以动眼神经受到侵犯以后，它要去协调动作的能力就发生问题，所以产生出头痛，产生出复视，就没产生出鼻子的一个症状出来。但是大家的一个诊断了解以后，就知道它问题点是这个，再给它做治疗，要让它的一个鼻腔现在透过放射线治疗也能得到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把这个问题啊给它控制住啊，得到
恢复健康的一个状况。感谢收看。